最后入闸红衫浅蓝帽腾飞塔，系等埋呢匹马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第五场赛事嚟到四班千二嘅草地咯，一大热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马咧，见到就中外档嘅马，有呢只遨游之星啦，咁啊中间神骏马车红衫咧，仲有挺秀精神走埋上去噶啦。第四位外边咧啡色衫嗰只咧就勇眼光啦，最出包装千里都走埋一份啊，后多层嘅马啦，马林中间粉红衫好有无敌啦，外边黄衫五入之星合约精神绿色衫嘅，咁啊大约尾四劲加加，尾三红衫浅蓝帽咧就腾飞塔啦，尾位置手牵手包咗落尾嘅马咧，蓝眼罩系嗰只活力长胜嚟噶。咁啊，轉緊彎嘅時候咧，前面帶頭嘅馬係挺秀精神啦，呢只咧遨游之星啊拍住佢嘅。第三位外邊位置仲有包裝千里內欄，第四神駿馬車中間勇眼光啦，響外邊咧就是、五邑之星啊，跟住五邑之星外邊啊，咁就係呢只騰飛塔，騰飛塔後邊最出藍眼罩，仲有隻活力長勝啊，兜到嚟只有三百零米啦，遨游之星仲係佔先嘅。咁啊，見到中間神駿馬車追緊啦，勇眼光追緊啦，外邊五邑之星啦，最出嗰只係騰飛塔啊，埋邊勁加加都仲係塞緊嘅，兜到嚟只有二百零米。透出系神骏马车，咁啊中外档噶嘛，有呢只腾飞塔上紧，最出仲有只活力长胜，埋边偷威上嚟，仲有劲加加，接近终点第一名，相当接近啊！埋边神骏马车，出边腾飞塔好接近啊！外边位置红衫有冇机会赶过埋边仲系占先嗰只神骏马车咧？就相当接近啊！两只马嘅大细都差唔多啫，一就腾飞塔，二就神骏马车，跑第三名嘅马咧都接近啊！外边。呢只活力长胜应该系第三啦，第四名埋边劲加加，有神骏马车咁啊，过栏终点前咧都顶住只大热门嘅腾飞塔哇胜出啦。第三名咧外边嗰只活力长胜啊，攞翻第三啦，第四咧就系三号劲加加。咁啊，外面嗰只因为外档啦，兜大弯啊，姚本辉咁啊起马啦，影到相啊，咁啊过栏咧都系。咁啊，暂时如果系咁啊，国能嘅骑师王啊。领先。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二号神骏马车，临尾都落好多飞啊！独赢三十蚊位置派十二个半，跑第二名一号嘅腾飞塔啦，独位置派十三蚊，跑第三名十一号活力长胜，位置派四十一个半，跑第四名咧三号劲加加，连赢一搭二派三十八蚊，二重彩二号一号顺序派九十四蚊，单 T 派一百六十八蚊啊！一号、二号、十一号位置 Q 一搭二派十八个半，二搭十一派九十蚊，一搭十一派八十八蚊。二重彩二号一号派九十四蚊啦，三重彩二号一号、十一号咧顺序派七百四十九蚊。姚本辉啊，暂时出两只赢两只头马张相啊，神骏马车呢、這个短马头啱啱顶住只腾飞塔啊，活力长胜一开始啊，只马抽佢后面啊，个动作都几大，我真系买全民皆知啊！一分零九秒七七啊！三届预计派彩咧胜出组合都系 A 一届嘅热门啦，十二个半。睇啲赔率好多，真系全民皆知啊！好硬正啲飞啊！阿宝袋系落飞赢啦，呢只都三十蚊就得翻。你上次系回飞赢嘅，今次啊好硬正啊啲飞都拍住阿国能啊吓，咪赢两场。
咁啊，腾飞塔加咗榜啦，今日啊都加翻出咗水准啊，阿布。初出幾隻就五一之星啊！啲衝刺啊，不過都係均速啲啊，唔係咁短，不過都算唔錯。初出咪挺受精神啊！早段咧都夠快噶啦，我由之星拍住，不過可能都係都仲係緊啲啊，一隊都散咗啦，翻嚟。好。咪一系又赢住一赢赢两场喎呢只啊，神骏马车咁贵复出，呢条 Q 都犀利啊，38蚊，好热啊，系啊，咁全日最热噶啦，四连环预计派彩啦，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十一号派450蚊。四重彩预计派彩啦，二号、一号、十一号、三号顺序派5870蚊。好，翻嚟福榜见阿国能都继续都好肉紧啊，同阿姚本辉嘅仔讲紧，即系佢嘅副练马师啦，姚浩峰，好顺啊，国能啊，近期个手风都，尽量影片睇翻佢点赢先，排到个四档嘅，起步都算快啦，哇，中间都撞埋一齐，五六七八档嗰度啊，咁啊活力长胜就比较慢啲啦，前边就遨游之星喺出边都拱几步嘅，中间位置就挺秀精神啦，守住内栏第三就神骏马车，中路第四勇眼光，走外搭都比较乱龙啊，只马咧就系包装千里嘅，跟住五入之星就黄衫红帽啦，中档位置就合约精神好有无敌一对，贴栏尾四劲加加，中档尾三咧就系腾飞塔，包咗尾嗰只咧手牵手同埋活力长胜嘅。步速都正常嘅，两队都同标准时间相约属于中间步速赛事。头马咧就沿途识住黄金包三位啦，咁啊最正呢位啦，有足够步速，直路一散开咧，佢就出咗嚟等咗嚟追啦。咁啊大热门其实都留得好靓啦，腾飞塔啊，咁啊捉咗去尾二三，沿途走二碟，咁啊出弯先慢慢线出去，咁啊直路咧如神都冲得劲嘅，不过今次始终咩做顶榜咯，咁啊结果咧就冲落去冇上次咁犀利。咁啊另一只热门合约精神咧就今日留得顺啦。不過直路咧，佢捐馬林捐嘅嘢都捐唔出，一路都唔係話好望到空嘅。或者下次再出嚟會唔會再好啲啦？應該會再退熱啲啦。第五場賽小福榜完畢啦。位置 K 派賽一搭二派18.5，二搭11派90蚊，一搭11派88蚊。三甲派彩啦，胜出组合 A 一格嘅热门派12.5。二重彩二号、一号顺序派94蚊。四连环派彩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十一号派450蚊。四重彩嘅派彩啦，二号、一号、十一号、三号顺序派5870蚊。孖宝头关十号美军二号派336.5，头关十号美军一号派31蚊。分段时间头段23:64，第二段22:56，末段23:57，完成时间1:09.77。曼谷標準時間。